康熙青花瓷怎样从款制变真假？乾隆青花瓷怎样从色釉看端倪？齐白石大师的双寿图浓墨重彩华丽登场，专家教您一笔辨真伪。世上仅存几件的重器，宋代龙泉窑粉青釉直井瓶到底能拍出什么价？巧淘宝妙收藏，一锤定音，精彩马上开始。来到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一锤定音，我是主持人朱毅。首先掌声欢迎今天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杨宝杰先生，欢迎金运昌先生，欢迎杨静荣先生，欢迎三位。我们这个节目最大的特点就是奖品特别好，今天的奖品尤其好。今天为我们提供现场奖品的艺术家，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梁佩阳先生。梁先生你好。哎，你好。梁佩阳先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梁氏砚雕世家传人。梁佩阳从小就随师长到砚坑采石，他反复揣摩，刻苦研习，打破了传统砚雕的纹饰技法，将古诗词的意境融入砚雕之中，推出了文人山水砚。他雕刻的砚台不仅仅是实用器，更是精美的艺术品。近年来，梁佩阳设计雕刻的作品多次斩获国内砚雕金奖。那么今天他会给场上嘉宾带来怎样的惊喜呢？好，请梁先生介绍今天的奖品。我今天带来的礼品是端砚。端砚呢，它是我们中国的四大名砚之首，而且呢历朝历代都是贡品。这次呢拿了一个绿端过来，我这个老子观景的砚呢，你看它的眼睛好像能够洞穿几千年的感觉，所以老子观景见到水以后得出的感悟，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那个六个夺宝人看谁有这个缘分能够拿到我的得意之作。好的，谢谢，谢谢梁大师的馈赠。我们来认识一下六位夺宝人，从一号开始，请。你好，我叫陶明龙。我的投保先年是学习为主，投保为后。来，二号。大家好，我叫刘洋。我今天的夺宝宣言是揽千年经史，建今日国宝。好，三号。那我今天的夺宝宣言是跟随一锤定音，练就火眼金睛，我要夺宝。好，大家好，我叫李刚。我的夺宝宣言是格物致知，快乐夺宝。五号。学习第一，拿奖第二。大家好，我叫侯悦，来自天津。我的夺宝宣言是势利交怀势利心，斯文谁负念知音，伯牙不作终期事，一锤定音断古今。真好啊，欢迎欢迎各位。今天每得一分将会获得一枚什么样的古代钱币呢？今天我们选用的是战国齐名刀，请看短片。战国齐名刀因最早在山东博山发现，故俗称博山刀。由于在齐地出土且著有名字，所以今人多称齐名刀。齐名刀刀身较瘦小，品类达十几种，目前常见品种的市场价格大约在3000元至5000元之间。第一组的两件宝物啊，宝主都认为他们是叫这个精品瓷啊。一件呢号称是清康熙青花印盒，一件号称是清乾隆青花狩猎纹盘一对。好，请看短片。这件藏品宝主自称是清康熙官窑青花印盒，该印盒直径5厘米，高2厘米，青花发色明艳，胎质润白细腻，是康熙朝典型特征。
该印盒画工灵动雅致，是极具观赏价值的文房用具，因此宝主认为它的市场价值应该在13万元人民币左右。这对藏品宝主自称是清乾隆青花狩猎纹盘一对，盘底有大明成化年制寄托款，该盘直径23厘米，青花发色成宝石蓝，胎质白润，画工精美，高山远湖啸，纵马捕猎的闲情野趣扑面而来。宝主认为这对宝物极其精美，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0万元以上。两件藏品，一件号称是清康熙青花印盒，另一件号称是清乾隆青花狩猎纹盘一对，那么究竟哪一个描述正确呢？第一组的两件宝物啊，其中啊有一件描述不符合事实。好，我们有请二位宝主登场，我们欢迎韩来、苏万武，欢迎二位。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国宝人好，好，国宝人好，专家好，专家好，好，主持人好，好，你好，你好，好。首先是韩来先生，您好，这个叫康熙青花印盒，什么时候获得的藏品？我记是在90年左右吧，我记不清了。这东西那年您岁数是？那个是24岁吧。您24岁就搞瓷器收藏了？哎，对，太厉害了。这个当时90年代的时候花了多少钱？我记是花可能是200-300块钱的，我记不清了。那也不少啊，是吧？当时这个是从哪儿买的？古玩店吗？还是在农村一个各家户里？我一看这小娃还挺好啊，这个青花这小鸟画的也挺精神。嗯，哎，还带着款的底。我说大爷，这有多少钱吧？他说你看吧，这东西是我祖传的，你乐买可能是200块钱、200-300，你就要吧。好的，90年前后，一般人一个月工资也就差不多200块钱左右啊。因为我喜欢呢，我寻200就200吧，就买吧。啊，不便宜。您怎么知道他是康熙的呢？那家子这是大爷说了，说这东西我可是祖传的宝贝，主要是听人家说，是吧？对，一说我一看，哎，也挺好吧。我就是行啊，买了买吧。我始终搁在家里，我挺鲜的。底款上写的是什么呀？康熙年制吧，四个字儿，康熙年制。哎，对。啊，您希望它值多少钱？我希望咱也值个10来万呗。10来万块钱啊。好，谢谢。苏万武先生，您好。你好，你好，主持人。这是您的乾隆青花狩猎纹盘，对，什么时候收的？我这个是我外甥开的古董店，他早期就收这个。您是他舅舅？哎，对，我是他舅舅，因为他没时间来，我给带过来的。这个这是他店里边是比较好的东西啊，还是？这个可以说是太普通的了。哦，就这个。这在店里都属于是随便扔在旮旯里，对，哦，基本上就是，老弟把我给弄坏了，不让我拿来。您外甥怎么跟您交代的呀？我们现在定的价格基本上就是4万。乾隆才4万啊？你这对得起乾隆吗？这个我也不太懂啊。底款写的是什么呀？底款写的是大明。画成，啊不不，成画成画啊，写的是成画款啊，对啊，但是确定是乾隆，啊、对对对，乾隆仿成画，嗯，对对对，官窑民窑，这个我也不懂，也不知道啊，对对对，就是，好，我们听一下各位的意见吧，来4号，红色台子上这一件，既然落的是这个康熙年制的官窑款、那就说明这个瓷器一定是官窑烧制。但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在存世的能看得到的康熙的这个款式里边，这四个字还是跟这个真品有一定差距的。款式这个底款并不是很像，是吧？嗯。就这个红色台子上，他刚才说这是康熙的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哦，这个印泥盒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康熙呢，他继承了崇祯的青花工艺。所以它的青花分水画法非常出众，釉子很亮，玻璃质感很强，而且它的画片呢很精到。实际上这个画法呢，它是接近于民国的画法，融入了部分西洋绘画的技法。哦，不是康熙那风格。如果要是康熙本朝的，会比这漂亮的多。
来五号。红台子和蓝台子这两个宝物，嗯，我都喜欢啊。那您都收了吧。我这两个真的都喜欢啊，都喜欢一会儿就要不然就商量商量吧，先保留一下吧。刚才我也看了一下蓝色台子上这个东西，它那个底足啊什么都没什么问题，年份上呢可能乾隆偏晚一点，因为那个乾隆啊，它的青花料呢要么发紫，紫得很漂亮，乾隆跨度很大，是跨度很大，要么就是发那种那个蓝中啊非常淡雅的一种蓝，嘿，哎，所以说它这种蓝呢发浑，实际上这些东西应该在加道左右。哦哟，这二号说的啊，这真像那么回事啊。蓝色台子上的这一对儿这个青花盘子，当时做什么来用的？哎，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当时做一个喜庆的一种场合，比如说我们说祝寿，狩猎纹的图案有一种寓意，就是祝寿的含义。两只盘子的边沿还有这个佛教的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都符合当时那个场景，所以说这应该是一件。礼仪，或者说是宴会，或者说是聚会场合的瓷器，就吃炸酱面的时候绝对不能用。对，好的，来，请各位做出今天第一轮的选择。如果认为清康熙青花印盒描述正确，请选一；如果认为清乾隆青花狩猎纹盘一对描述正确，请选二。请。好，来，请看六位的选择。一号是唯一支持清康熙青花印盒，啊，二到六号都认为狩猎盘是对的。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杨敬荣先生宣布，这组两件宝物之中描述正确的那一件，它其实是。是清乾隆青花狩猎纹盘一对，二三四五六号各加一分，恭喜你们。接下来我们听杨敬荣先生讲解一下他的正确说法应该是什么。这件东西主要是描述就是年代不符。哪个年代的？他是光绪的。光绪。就这康熙年制写这样的，这都是典型的光绪的，这就是光绪的典型特征。光绪的风格。但是呢，他这点东西青花画得非常精彩，而且精彩的不是一般好，严格的讲就比那个康熙的那个画得都好，他都有点接近那个谁，这个后来我们就是说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个王布的风格。哦，这是一件超级精品小康，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甚至超越了康熙本朝。所以你要能找着这么一件小印泥盒有王布风格的，这个可以，这也是非常难得的。要不然你看他那五号夺宝人是吧，说看着还有三号啊，看着你这个东西了吗？这儿下了以后，你们回头交流交流。好，谢谢杨敬荣先生，谢谢。这一局两件青花瓷对弈，因为宝主对年代判读失误，所以清乾隆青花狩猎纹盘胜出。不过在专家看来，清光绪青花印盒却更具有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画工。专家认为。这件青花印盒画工了得，画风与民国青花绘画大师王布非常接近。王布大师盛名远播，他的作品拍价都不低。2019年12月，在北京秋拍上，一件王布粉彩余家乐中堂瓷版以近1100万元的高价成交。瓷器的价值、年代、胎釉、器型占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画工。因为画工是一件作品的灵魂，乾隆年间的官窑青花瓷自不必说，釉色瑰丽，画工精妙，胎质细腻坚实，
可是民窑青花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晚清民国瓷器都不如历史久远的老瓷器。例如珠山八友之一的著名瓷绘家王琦，他的作品就一直备受藏家追捧。2019年的北京春拍上，一件民国王琦粉彩三叟图屏就以460万元的高价成交。所以说，年代不是鉴定藏品的唯一法则，买普货不如买精品。好了，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苏先生的外甥的这对盘子，是吧？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它的价值。您刚才说它也就4万，是吧？啊，对对对对。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意见。4万元是堡主自己的估价，哪位觉得远远高过4万的？有没有？来听一下5号的意见。我个人而言，我很喜欢。您愿意掏多少钱？4万8。还是嗨，也是个谨慎的人啊。这对盘子呢，我觉得应该可以给到18000到2万左右，反正3万以下吧，这是我愿意给的一个价格。为什么就不能再高点呢？再高超出我预算了呀。主要是您没带那么些钱，对呀。倒不是因为这盘子值不值，是的，是的。嗯。好，接下来6位夺宝人请出价。来，我们看一看6位的出价。最低出价是5元。这个窦女士啊，平时花钱的基本单位是万。啊，这土豆多少钱？0.002万啊，想写5万是吧？啊，实际上最低出价是2号7000。因为这种东西吧，就是民窑的普货。普货，对，这种东西当年在嘉庆年间外销很多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2家拍卖公司和1家古玩城对清乾隆青花狩猎文盘一对给出的市场估价是人民币6万元。大跌眼镜吧。最接近的是6号加一分。我们请杨静荣先生讲一讲这个盘子的价值。打大明成化年制款的这个瓷器啊，康熙最多，但是康熙的那6个字啊，有点像那个启功先生那个管阁体。你像这种字体吧，一看到这个吧，这就是乾隆时期的。但是如果要没打这个大明成化年制这6个字的款儿，这个东西价格，就要往下，最起码要杀1/3。第二就是，它这个纹饰，咱不是说是人物最贵吗？而且它这个是一个狩猎纹，实际上严格的讲，这是应当是一个这个故事，《西游记》。我们都查了，肯定不是《西游记》，也不是《封神演义》，《玉兔精》嘛，是吧？在这个。就是某个这个古代的文献，就是笔记小说里边有这个，一般这个瓷器上的画啊，好多都是从这个细折子里边，然后他们弄出来这一段，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比一般的市场价值要高一点儿。另外，6万合理吗？合理，合理。它这个而且是保存的比较完，非常完整，一点毛病没有。好。现在除了1号之外，2号、3号、4号、5号各有1把齐名刀，6号有2把，1号没分儿。接下来抢答题对你非常重要，请听题。康熙中期烧制青花瓷开始使用云南的朱明料，用这种颜料烧成的青花有的呈宝石蓝色，这与其他时代烧制的青花区别很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貌。那么用这种料烧成的青花俗称叫什么？ A 翠毛蓝， B 明珠蓝， C 帝王蓝。开始。2号，选 A。 A 翠毛蓝。翠毛蓝正确答案是翠毛蓝。
二号加一分。请教一下杨敬荣先生，这个叫翠毛蓝，什么叫明珠蓝呢？明珠蓝就是比翠毛蓝再低一档哦，就没那么亮，啊，是吧？对对对，啊，然后再往下就是发点灰的。哦，那帝王蓝是什么呢？帝王蓝不是青花的这说法，没这说法 啊。好，来，请听题。雍正时期，青花瓷发展迅猛，衍生出诸多品种，例如青花矾红彩、外豆青李青花、外酱色釉李青花、歌釉青花、青花豆彩等等，其中哪一种为雍正首创 ？A. 黄地儿青花 ，B. 黄地儿青花加胭脂红 ，C. 淡描青花填绿彩。开始，四号 ，C. 淡描青花填绿彩。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四号，嚯，这题你都能答上来啊！这个，杨老师，这个雍正时期是什么情况下发展出这么一个新工艺的？这个题还是比较偏的，因为这淡描青花它那画法跟那个不一样，看着特别清淡。这是右上还是右下呀？这个？这个青花是右下啊，绿彩在右上。绿彩是右上哦。齐白石大师的双兽图华丽登场，专家和嘉宾却各执一词。我感觉齐白石齐白老的那个桃子，好多颜色都应该是调出来的。他用的直接就是买的那个颜料的那个颜色，是吧？对，其实真不是，这桃画的真不错。世上仅存几件的重器，宋代龙泉窑粉青釉直径瓶是嘉宾的明月光，是宝主的心头号。这件传世之宝究竟价值几何？藏品炫目，文化丰富，一锤定音，精彩不断。好，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二组两件宝物，请看短片。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齐白石双兽图。齐白石是中国近现代绘画大师，他的精品拍价都很高。2019年6月，在北京拍卖会上，一幅齐白石1938年作《双兽静心设色纸本》以345万元的高价成交。本件藏品《双兽图》与《双兽静心》风格一致，都是用墨骨法画肥桃，用净笔勾勒竹篮，墨液笔触老辣高妙。因此，宝主认为自己这幅齐白石双兽图的市场价值至少在400万元以上。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姚华墨笔山水图轴。姚华，民国著名篆刻家、收藏家，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虽然姚华先生这幅画不到2平尺，但意境悠远，古意盎然。宝主认为，姚华的一个小山招引、小楷剪斋诗、设色纸本扇面都能拍到15万余元，那么自己这件藏品的市场价值应该不低于20万元。两件藏品，一件号称是齐白石双兽图，另一件号称是姚华墨笔山水图轴，那么究竟哪一个描述正确呢？欢迎各位回到一锤定音，在这里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兴趣成为本栏目的夺宝人，在现场夺得大奖，欢迎您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一锤定音官方公众号，请您奋勇答题。接下来为大家展示的宝物呢，是我用了8年的这个锤啊，还有锤墩儿啊。这个我把它放在架子上呢，展示一下。其实它见证了我们这个节目呢8年以来的历程。这一组两件呢都是画，一件呢号称是齐白石双兽图，一件呢号称是姚华墨笔山水图轴。接下来我们先请金运昌先生介绍一下二位的生平和作品特点。金老师，请。齐白石好像就不用介绍了，是吧？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了。是的，啊，尤其是齐白石先生画这个大桃啊，太啊，那么太喜庆了，对，太吉利了，哎，双寿，啊，两口子过生日都够使的，所以呢，凡是出现这个题材，
在拍卖会上一般都能创出佳绩。嗯，姚华呀，可能大家生疏一点。他字叫盲富，一般尊称他为姚盲富。其实他是进士出身，而且中了进士以后又公派到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这是要重用的，要走仕途的。这个要走仕途，很了不起的。对，但是呢，偏偏呢，这第一是清朝亡了，第二呢，他也不喜欢仕途，所以呢，他当了一阵子这个叫女子师范，北平女子师范的校长以后呢，他就下海了，但是呢，他玩得很嗨，除了写字、画画，他还搞一种叫影拓，就是用画的办法描摹这个拓片，描摹这个佛像啊什么的这些拓片，真像拓的一样，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文人的工艺。另外呢，就是更有名的呢，是他跟这个琉璃厂的客同艺人张悦成，合作铜墨盒，那么凡是他和这个张氏设计的铜墨盒，现在在这个墨盒收藏界，都非常的贵重，都非常的贵重，这个人呢本来是可以大成的，但是可惜呢天不假年，50多岁就去世了，所以还是人家齐白石取得最后胜利。好，谢谢金老师，谢谢。来说一下大家的看法啊。一号，姚华的这张有水平，有水平，有水平。那个用墨用那个线条，那个点，那个点赞，那个村别，都非常到位。你看姚华肯定对，这张姚华肯定对，齐白石肯定是假的，是吧？肯定假，不用说。好，二号呢？实际上，这个齐白石啊，早年的时候，咱们知道他生活比较穷，比较困苦。后来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呢，在庙里边住着。所以说他早期啊，他绘画的题材佛教题材比较多这种寿桃啊，这种东西啊，都是他晚期画的这落款写的是90，对啊，90几岁，92岁哈。所以说他那个时候他的这个比例啊，已经非常成熟老辣，色彩过度很圆柔很柔和，很有嚼头这个呢就比较突兀，用彩啊什么比较愣，这个就是描摹啊。就是只得其形，未得其神呐。这神很难弄啊，他的话，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是吧？对，细嚼是不行的。我感觉齐白石、齐白老的那个桃子，我觉得一张好的作品，我觉得不应该有特别纯的颜色，好多颜色都应该是调出来的。他用的直接就是买的那个颜料的那个颜色，是吧？对，其实真不是，这桃画的真不错。就是这么画。当然了，在我们前面的这个讨论里面，大家说话呀，也许有人啊，他说的这个话呀，他言不由衷啊。四号再痛批一下，你觉得哪张不对啊？姚华的这个，他是受过正宗的这个中国传统教育，考过进士，中过举，还留过洋。所以说他的这个文化就非常的丰富。那一个画家如果说他的文化丰富了之后，他一定会体现在他的作品中。那我们看姚华的这幅画，包括他的这个山的这个皴法，这各个方面中国传统的书画技艺在里边还是有所体现的，吸收了一些西方的要素，也有中国的要素，所以说这一张我觉得还是比较典型的，特征明显啊。对，特征明显。好，好，接下来请各位做出第二轮的选择。如果认为齐白石双寿图是真迹，选一；如果认为姚华墨笔山水图轴是真迹，请选二。请。好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轮大家的选择，请看。没有人认为，是吧？齐白石那张对，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金运昌先生宣布，这一组两件之中描述正确的是，其实是
姚华、莫比、山水、涂州各加一分，恭喜各位。我们也恭喜一号迎来了他今天第一分。接下来请金玉昌先生痛批一下这幅伪作。这张画啊，确实如大家所说，一眼假，一眼假。但是这一眼假，这一眼是哪一眼呢？哦，这有门道。哎，是不是这个桃画的很假呢？其实真不是。反正就是说，比某些号称我是学棋派的还没学到这程度。人这桃啊，画得相当好，啊，画得相当好，用了功夫了，啊，但是呢，他要是不嘚瑟就好了，啊，把这桃搁一盘里，老老实实的，他弄一筐，啊，这筐没画好，这筐画太次了，尤其这筐的提梁，啊，这筐的提梁这一大笔，哎，一下就画败了，是不是？大家看，是吧？啊，其实这张画还真是挺用心的。啊，桃首先第一画的最好的是桃，叶子也还过得去，啊，像模像样的还磨了两个大篆字，啊，图章很像啊，很好，很好的印啊，没有印没有问题，电脑刻的，因为是，所以呢，这个画就是这一笔败了，啊，这一笔败了，所以呢，这个大师不是那么好仿的，哎，好，谢谢金老师啊。接下来我们探讨姚华墨笔山水涂轴值多少钱。按说一号很了解行情，一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据您所知姚华一平尺现在多少钱？姚华一平尺系列从我们那个杭州绍兴上海那个价格大概是三万一块一平，啊，三万一平尺。好，这张画以您的专业水平评估多少钱合适？五万左右。二号你同意吗？字画价钱我还真不太懂。感觉上多少钱合适？像现在这个行情吧，我觉得他这种名头不宜在15万元以上就不行了。就是再多不会超过15万。这个价格，金老师您怎么评价？姚华呀。拿这张画来说，实际上他这种风格呢，我琢磨他是学谁呢？他是应该是学清初的那个吴历。哎，吴历是受西方素描的影响，是吧？所以呢，他画的山比较黑，而且呢比较注重这种光影的效果。啊，您看这个山，这个山头山脊上那种高光。不是一般的中国文人画里边固有的，啊，这个应该是受西画的影响，他的笔墨呢又非常老辣，啊，好像很不经意的蹭蹭蹭这么一皴，很像那个宋代的斧劈，啊，把这个山势以及山的各种前后的关系完全表达得很好，啊，完全表达得很好，所以这张画呢虽然小，还是一张好画。好，谢谢金老师，谢谢谢谢。来，梁大师，这个您要买的话，愿意花多少钱？我觉得这个画呢，它的水墨用得非常好，近树远山那个层次非常好，还有也懂得留白。我觉得如果我买的话，5万左右。五万左右。好，来，接下来请出价。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轮大家的出价，请看。最高出价达到了12万，最低出价呢是饶杰琼给了35000元。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玩城，对姚华的这件墨笔山水涂轴给出的市场估价是4万元，最接近的是陶明龙，恭喜您，加一分。这个价格，金老师您怎么评价？陶先生的估价非常精准，精准啊，非常精准。姚华先生实际上名头很大，但是呢，文人画呢有个问题，就是呢，他有的时候呢比较冷意，啊，不像齐白石那么吉庆热烈，
那么讨好，哎，那么雅俗共赏。像这个画，一般的人看着这黑黢黢的，这什么呀？这是啊，这一点不好看，啊，必须得有很高文化的造诣的人觉得，哎呀，这个看出好来了，啊，这个，所以呢，一般来说呢，它的价格肯定卖不过像齐白石先生这样的画家。但是呢，他们的文化价值呢要远远高于经济价值。如果大家碰见这样的画，自己又能够欣赏的话，应该把它拿下。好，谢谢金老师，谢谢。好，接下来是抢答题，请听题。齐白石先生的大作在海内外的拍价都不低，其中哪一件作品以9.3亿余元的天价成交 ？A. 1922年作《秋山图》立轴，设色纸本 ；B. 山水12条屏 ；C. 鬼友1933年作《莲池书院静心》，设色纸本。开始。四号 ，B。山水12条屏，山水12条屏，这是哪年的拍卖价格呀？哪年的忘了，应该就是近几年的事儿，啊。就近几年的事儿啊。山水12条屏，我们看正确答案是山水12条屏，四号加一分。好，下一题。姚华先生擅长画牡丹，尤其擅长画上品牡丹，姚黄。因此，姚华被大家冠以什么雅号 ？A. 牡丹王 ，B. 黄牡丹 ，C. 姚牡丹。开始。一号终于抢到了 ，B. 王牡丹，黄牡丹啊，正确答案是黄牡丹，恭喜你。好，第二轮结束。各位的分数是1号3分、2号3分、3号2分、4号4分、5号2分、6号3分。接下来是今天第三组两件宝物，请看短片。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清代海兽葡萄铜镜，该铜镜直径10.5厘米，纹饰分内外两圈，绘有海兽和葡萄。宝主认为该藏品与唐代海兽葡萄镜风格一致，而且铸造工艺不亚于前者。因此，自己这枚铜镜的市场价值至少在50000元左右。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清代宣德炉。该藏品宝光内敛，手感细腻，炉底有“大明宣德年制”6字款。宝主强调，该藏品口径不过13厘米，却重达931克，说明是用上乘黄铜混合其他贵金属打造，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38万元以上。两件藏品，一个号称是清代海兽葡萄铜镜，一个号称是清代宣德炉，那么到底哪一个描述正确呢？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一锤定音》，今天最后一组的两件宝物，一件号称清代海兽葡萄铜镜，一件号称清代宣德炉，有请二位宝主上场。我们欢迎刘国威、王鹤。大家好，主持人好，专家老师好，好，二位好，各位读者好，欢迎欢迎，刘国威先生您好，主持人您好，外边很冷吧？是，这个刘国威先生来自辽宁，这是您收藏的清代海兽葡萄铜镜是吧？对，什么时候的收藏？大概是去年吧。去年在哪儿买的？这是我姥爷。大概是从一个古玩市场用一个瓷器换过来的。您姥爷那他怎么知道他是清代的呢？他说是唐代的，但是我给一些专家看，有说是近代的。就给别的朋友看了一下，您觉得说唐代不靠谱是吧？对对，具体哪个朝代还得请专家看看。好，他是替他姥爷来的，姥爷认为是唐代的，他心里没底，找朋友看了一下。朋友们都说唐代不太靠谱，可能是清代的，于是他报名就说是清代的来的啊。那你觉得他能值多少钱？要是唐代的话可能应该值个几万块钱吧。那你觉得是唐代的吗？我不确定。
唐代的值个几万块钱，要是清代呢？不知道。好，谢谢。王鹤先生，您好。哎，主持人您好。您好，您来自哪里？我跟他一样，都是老乡，辽宁的。啊，都从辽宁来的。对，我住那地方吧，离那个就是北京稍微近点，锦州。哦，您是辽宁哪儿啊？抚顺。抚顺。说一下您这炉子吧，清代宣德炉，什么时候的收藏？这个炉子是在那个20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偶尔嘛，当时去朋友家，当时他就是他放在他那个家里书架那块儿，然后当时无意中看到的，怎么说呢？当时无意中看到这个炉子，然后挺喜欢的。花了多少钱？当时花了是2万块钱，当时花了。2万块钱，你怎么知道它是清代的呢？它上面下面生款吧，它写着大明宣德年制，都这么写啊、但是我感觉吧，它不一定是真的。所以说我感觉应该是清代，但是感觉应该是清代，因为手头感觉还行，手头感觉就不会是民国呀。这是不是民国？这是不是那个现代仿的？就是请老师看老师看看怎么样吧。我觉得我这件铜镜应该是陶模的东西，然后铸造特别清晰。这个宣德炉吧，就是给我的感觉它就是非常的端庄和大气。在清朝的时候吧，铜是非常珍贵的，这件宣德炉呢，铸造工艺啊是没什么问题，但是造型啊非常怪异。你看那个这个炉子的外观，它那个包浆，包浆非常的就是说润滑这种感觉，而且来说的话，给人感觉非常的舒服。我认为啊，这件海兽葡萄镜是对的。好，来说一下大家的看法啊。这样吧，6号第一个说，那个铜镜，我觉得像是那种，我看我经常溜那个古玩店啊，我看我觉得好多店里都有这种类似的东西，好像、那好多店有，那说明什么呢？我觉得不老对的，不老对的。来2号说一下，这种铜炉这种东西啊，做的一般都会很精，因为中国呀是一个贫铜国，当时呢明清的时候呢主要是从日本买铜。所以说咱们国家长期啊就是特别缺铜，缺铜，所以说到了，所以当时有这个铜器啊，都是这个做的都非常精，皮壳做的都很好。然后这个海兽葡萄镜呢，我看了一下呢，它是想仿出唐朝那个味道。清朝的时候吧，这种铜镜很少做，因为工艺也倒退了，因为什么呢？当时已经有玻璃镜了。那这个会不会是唐朝的呢？也不大像，我看那个绣层什么的不大像。4号，您现在能说了吗？铜镜，海兽葡萄纹的铜镜一般是这个唐朝居多，然后海兽葡萄是最漂亮的。那这个您认为是什么年代的呢？肯定不是唐代。如果说是清代的话，也是有点勉强。看看今天谁最终能够获得本场的冠军，得到梁大师制作的这枚端砚，啊，上面雕刻的是老子，还有《道德经》的诗句。接下来，请各位做出今天第3轮的选择。如果认为清代海兽葡萄铜镜描述正确，选一；如果认为清代宣德炉描述正确，选2。请。好，请看6位的选择。没有人选择铜镜。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杨宝杰先生宣布，这一组2件之中描述正确的是。清代宣德炉，各加1分，恭喜各位。我们请杨宝杰先生讲一讲这个铜镜的问题。海兽葡萄镜是唐代特有的，而且呢造型呢非常精彩，一般市场上拍卖拍的价格高的也都是海兽葡萄镜。这个铜镜啊，里边含锡量比较高，表面呢光泽比较强，特别亮，白泛那白光。这方呢要说仿的不错，那个白光正面看反面看仿的不错，包括它那个出土的痕迹仿得非常好，但是呢，还有点欠缺。瑕疵在哪儿？瑕疵就是这个锈浮锈啊，还有这边这个镜面，就这个黑锈啊，就类似黑漆骨似的，浮在表面上。
没有深入在里头，人工做的，人工做的。他说是清代仿的，清代仿不了那么好。哦，清代没这水平，所以要么它就是唐代的，要么就是现代的。好，谢谢杨老师啊。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清代宣德炉的市场价值，2万元钱，2017年从朋友家强买，是吧？对对对。现在涨价了吗？我感觉应该涨价了吧。多少钱？涨的话怎么说得翻一番吧，应该。翻一番4万是吧？对对对。好，谢谢。来，3号，您觉得这炉子多少钱？我觉得这炉子体量挺大的，而且皮色也挺好的，应该4、5万是没有问题的，你放心吧。4、5万没有问题，啊，5号，您觉得这炉子多少钱？3万吧。啊，3万。接下来我们问一下艺术品经纪人李刚啊，李刚，在清代的仿的这种铜炉里边，这个也是普品，普品算不上精品。哦。那我觉得第一啊，这个炉选料比较精，这个铜你看仔细看，这铜比较黄，而且呢这个炉的造型呢简洁，非常漂亮，包括你看它底下这个就这底下这个座这个一圈还有一圈唇口，这个款的颜色下面是它的漆皮儿，就当时它烤色的时候烤的这个颜色，只不过就它这个外面包浆都已经褪去了，但是当时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炉，而且这个炉呢很接近宣德炉。好，谢谢杨老师啊。来，请各位出价。好，我们来看看六位的出价。好，最高就是3号啊，最低是1号。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本栏目合作的2家拍卖公司和1家古玩城对这件清代宣德炉给出的市场估价是63000元，3号最接近，3号加1分。天哪，王先生翻了3番是吧？对，这挺意外的，说句实在的。好，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杨宝杰先生，您认可这样的一个估价吗？认可，认可，认可。虽然说是清代，但是从款儿还有从它这个样子看，很接近宣德炉。这是文仿，这真是文人使的东西。所以这个藏品呢，我觉得认可。好，谢谢。好，场面上的分数是4分、4分、4分、5分、3分、4分，太激烈了。好的，接下来是这一轮的抢答题，请听题。请看图片，铜镜在唐代发展到鼎盛，无论是纹饰还是铸造工艺都极其精致繁复，请问下边3个铜镜中哪一个是唐代金银平托镜？这道题目由于极其专业，所以它的分值是2分，换句话说答错扣2分。开始。4号。 B B， 这叫金银平托镜是吧？对，正确答案是 B， 4号加2分。杨老师，他说的都对吗？这个 B 呢是陕西博物馆出土的。哦，啊，所以选的是这个 B 嘛。哦，厉害啊！我们今天唯一一道2分题啊，4号7分了。啊，还有最后一道抢答题，请听题。宣德炉是明宣宗在大明宣德3年参与设计建造的铜香炉，它材质名贵，工艺复杂，请问史料记载那批宣德炉一共铸造了多少个？1000个、2000个、3000个。开始。1号。 C。 3000个。正确答案是 C， 3000个。1号加1分。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分数，目前排名第一的是4号，有7分，您是今天的第一，是5分的1号是今天的第二名，排名第三拥有4分的有3位，分别是2号、3号和6号，2号、3号和6号需要角逐出下一位进入前3名的名额，请3位听题。
今天用来计分的钱币《战国秦明刀》主要出土于哪个省份？送分题啊，就看谁手快啊！江苏、山东、西安、浙江，开始。B 山东，山东。正确答案是山东，恭喜二号进入了今天最终的角逐。好，那么最后的这件藏品呢，是宋代龙泉窑粉青釉直井瓶，马上进入今天最终环节。宋朝是龙泉窑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龙泉窑多是澄澈的淡青色，犹如早春的黎明，夜幕刚退，晨曦未开，一派神秘与娇羞。这件藏品就是宋代龙泉窑粉青釉直井瓶，该藏品高17厘米，釉色如青玉一般清冽美丽。宋朝强调程朱理学，更讲究文人风骨，体现在瓷器审美上则是内敛持重，儒雅大气。这件宋代龙泉窑粉青釉直井瓶是宝主的挚爱，而远在万里之外的日本某美术财团也收藏了一件类似的藏品，并奉为至宝。因此宝主认为自己这件藏品的市场价值应该不低于60万元。那么您认为呢？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一锤定音》，进入最终环节的三位，4号、1号和2号，由于你们刚才得分的不同，在这个环节拥有不同的出价次数。李刚有3次，陶明龙有2次，刘洋只有1次。今天最终的获胜者将获得梁大师亲手制造的这方端砚。好，那么在估价之前呢，我们先请杨敬荣先生介绍一下这件宝物。杨老师，请。这件瓷器是南宋龙泉窑的精品，全世界目前发现的就是日本那儿有一件完整的，它这件呢口有残，龙泉窑欣赏主要是看釉色，釉色里边第一是梅子青，第二是粉青，第三是豆青，这算粉青是吧？这是粉青里的极品，已经达到了接近梅子青，粉到极致啊！你们仔细看都有点像那个玉的那种质感。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第一稀少性。虽然残了，但是它是南宋时期的龙泉窑里的精品。好的，这样的一件宋代龙泉窑粉青釉直井瓶，在专业机构的眼里，它会评估出什么样的价格？来，1号、2号、4号，出价开始。李刚，你的第一次出价是20万，多少？20万是吧？20万，20万是李刚的第一次出价，请听提示，20万低了。这个宋代龙泉直井瓶是我祖传下来的，据我所知，现在目前全世界只有3只，连我加我这一只是第3只，第一只在日本，被定为国宝。第二是在美国大收藏协会里面，所以说在我们家族里面一直视若至宝。继续出价。1号，22万8。22万8千元是陶明龙第一次出价，22万8千元，请听提示，低了。继续出价。李刚，23万，23万元整，23万元整是李刚的第二次出价，请听提示，23万元低了。我觉得这个瓶子应该值个100多万吧，我觉得它的那个色釉感非常好，很有年代的历史沉淀感。我觉得，这种东西的交易价格呢，大概目前在120万到150万之间。继续出价。刘洋，我出价35万。35万，35万元是刘洋今天的唯一出价。35万元的提示是
招了。继续出价。唐明龙，那33万。2000，33万2000元是陶明龙的最终出价。33万2000元，请听提示：33万2000元高了。继续出价。李刚，请按抢答器。你的最终出价是25万。25万元整。25万元的提示是低了。好了，各位朋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国际知名拍卖公司以及北京红玉博古玩城。对，今天最后这件宋代龙泉窑粉青釉直井瓶给出的市场估价是32万2000元，恭喜一号。这个价格我们请杨继荣先生来评价一下。如果要是没惨的话，这件东西大概应当是300万到800万，甚至到1000万之间。如果拍卖，我们就按照比较低的价格，300万残了打1/10，这一残拍卖肯定受影响，但是如果搁博物馆里收藏不受影响。好，谢谢大家。谢谢杨老师。我们今天恭喜一号夺宝人陶明龙先生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有请陶明龙上台领奖。我们有请梁佩阳先生亲自颁奖，有请。好，谢谢梁大师，谢谢。我们最后把掌声送给坐镇指导的三位专家老师，辛苦了，谢谢三位老师，感谢您收看这一场的《一锤定音》，我是朱毅，下周见。